且听说以前飞哥这个报纸里面还有剧本，这是我们学到最大的本事。现在可以说说怎么样来偷看这个剧本，完全就是跟飞哥学的。可是他有时候很坏啊，他把剧本藏在报纸里面，对，但有时候剧情他必须离场，他就把这个报纸带走。哎呦，他根本就不给人家机会，就是把剧本粘在这里，就是陷害我，直接把他带走一样。哇，那大家心里想，反正这里有剧本，万一必要再偷看。对，就他就直接把整个报纸带走，万一忘记了，真的还可以假装说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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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帮你拿茶的，结果一直叫爸爸爸爸爸爸爸，剧本叫了好久了，剧本不见了。幸福吗？我是老头子啊，看报吗？正在看啦。喝茶吗？正在喝啦。抓龙吗？谢主龙抓。拜观音吗？请拜。你干什么这是啊？不是，人家是体贴温柔嘛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女儿都到哪里去了啊？我来看一看哦，现在几点钟？我们的女儿。应该来了、爸妈我回来了，来来来，让妈妈抱抱，来，还轮得到妈妈抱抱，你乱来，来爸爸抱抱。我们女儿长大了，不过感觉呢，这个家庭里面啊，只有女儿没有变，台妈变等妈了，是是是，这个非爸变无爸啊，是啊，你看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来这一段呢？为什么要来一个两代之间呢？这个叫做绝代的两代之间，而且我们请到所有的姐姐们都回来了。回娘家，回娘家是、来，我们请历代的我们的姐姐们通通回来，来来来，掌声欢迎他们。包括有关，谢丽丽，幸福吗？蔡灿德，大家好，欢欢，欢欢姐姐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你们太现实了吧，所以是妈妈姐姐这样子摒弃我。为了感谢你们，我决定把裙子掀起来。不要吧，不要了，不要太僵僵。我们请第一代好不好？第一代，第一代，第一代。那第二代的呢？阿德，我是最年轻的最后一代。好，谢谢，还有这边。因为你是现在的主持人嘛，所以你还是代第二代、第三，那你第四代？第四代。请问你们两位是第几代的？我们是垃圾代。哎呀，我们这个两代之间呢，在我们孝心撞地球里面，算是最重要一个单元了，缔造了高收视率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单元。家庭伦理大喜剧。也就因为这样啊，我们其实我们两个介绍这个不太合理。应该让我们天心，他天心啊，这个在之前啊，本身又是这个两代之间的这个饰演女儿一角。而且呢，现在又是主持人了、所以让你来介绍一下，他跟这个单元可以说关系最为密切。对对对，录两代的感觉就是，他不像一般的单元，完全就是你就是演女儿嘛，然后爸爸妈妈，然后整个家庭发生很多事情、很多趣事这样子。然后我在里面，我觉得我学到最大的就是说你的反应，因为其实像飞哥他飞吧，他不太照本子来的，然后可能他现场就丢给你，然后刺激，就觉得很有意思。而且听说以前飞哥这个报纸里面还有剧本，这是我们学到最大的本事。现在可以说说怎么样来偷看这个剧本，完全就是跟飞哥学的。可是他有时候很坏啊，他把剧本藏在报纸里面，对，但有时候剧情他必须离场，他就把这个报纸带走。他根本就不给人家机会，就是把剧本粘在这里，就是陷害我，直接把他带走一样。哇，那大家心里想，反正这里有剧本，万一必要再偷看。对，就他直接把整个报纸带走，万一忘记了，真的还可以假装说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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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帮你拿茶的，结果一直叫爸爸爸爸爸爸，叫了好久了，剧本不见了。那我想今天我们算是缅怀先烈的一个心情，我们来看看过去你们的表现。欢欢的，真的要看吗？先看看我们 Generational One、第一代，我们欢欢的欢欢两代之间的女儿，来。你是讨厌什么东西？幸福吗？你怎么又把我衣服洗坏了嘛？我真的是输你很多什么？输很多。你这个贱货！你妈妈，你怎么可以打妈妈呢？我跟他讲多少次，叫你儿女不可以赌博，你赢他的钱，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输你很多就是给他打败很多的意思啦。你还跟女儿打架？你怎么又打我？
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对啊。你们现在流行这些话，怎么我们都听不懂啊？是啊，代沟嘛。代沟啊。对。代沟。嗯。哎，叮咚啊！我头去。哎呦，你啊，嘴巴里还有电铃的。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真是个烂人呢。哎呦，你讲什么东西啊？来来来，张小姐是不是？来，以前我在军队里面是军医，你是哪里烂掉了？不是啦，那是因为啊，很好的朋友才可以这样称呼，要很亲密的朋友。我们这样子啊，哦，你这个烂人！哇，我爱自己叮咚！哎呦，叮咚有人来了，不叮咚演不下去。有人帮你叮咚吗？就是现场的人，就是工作人员，不知道在干什么，是看漫画还是干什么，忘记叮咚。那我不叮咚，我演不下去。不过看这一段影片了，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啊！我心里面倒一个狐疑，想要发问。到底是怎么减肥的？哇，当时我的天哪，一个脸跟昂菇贵一样。你看现在这么清瘦，真的差好多。因为我决定不要再继续当卡门了嘛。卡门的意思是？卡门就是太肥胖了，我们都过不去人，卡到了。卡门，觉得当卡门不太好。第二代哦，第二代是阿德，阿德就演最久就是你吧，两年。对，我们来看阿德的演出，来啊，来，两代之间。乖，来，进来的，阿爸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你就是四年前离开我们家，我那个小女儿，长这么大了。抱！怎么搞的？我们女儿怎么变得有点怪里怪气？爸爸抱了不行啊！抱啊！我做哥哥都没有抱到，你怎么可以先抱？真是什么啊！女儿，来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嗯，哎呦，是我讲难听一点。你姐姐欢欢的倒多人多去。这一次要不是洛杉矶有问题，我看你还不想回家了啊！好可怕耶！赶快把洛杉矶事讲给我们大家听。好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洛杉矶那个黑人啊，看到白人就，很可怕耶。还有那个，他每次到那个街上看到商店就砸，然后就放火。然后还有那个韩国人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拿着枪让你射来射去，讲咻咻，我差点都被打到哎。我没有咻丢哈，我就很紧张，就赶快跑回来啦。这样子啊？你住的洛杉矶什么地方啊？哎呦，真的是啊，好肥哦！哎，以前也是胖胖的啊。那阵子流行肥胖，好可爱。谢丽金演了多久？对，演了半年。半年，哇，蛮久。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哎，我们一样也来看看，来看看，回顾一下，来。大一点太大，小一点太小，鼻子高一点太高，矮一点太矮。你最好把嘴巴闭起来，好吧？魔镜啊，魔镜，请你告诉我，是谁偷了我的帽子？神经病啊！谁偷你的镜子？谁偷你的帽子？镜子是不能当帽子的，好不好啊？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都长得那么丑？为什么我长得这么漂亮？告诉我为什么 Why, tell me why 你们吓成这样，太好脏了。这怎么可能，先生？你查到里面有蟑螂，怎么可能有蟑螂？我还养蛤蟆吗？生涩，但是还是表现还是不错了。我们就来演过，你看演到最后啊，往往就是说男主角发生车祸怎么样，演到最后是变成男主角出国留学，都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还有我的讲这么多，要不看看我啊？你也有演的啊？对不对？我也有演。我们看一下天心，看一下天心，来，第四代了。辛苦
我妈妈。他们啊讲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，你老爸我是你看先生你找谁？你呀、爸啊，你叫我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呢？我不可能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女儿啊。还好了。这名字都变了。对呀、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告诉你吗？我们家换女人换来真情。你干嘛？你为什么非要把家里气氛弄得跟新婚一样？还是我的女儿了。哎呀，啊，谢谢。哎，这玩意儿叫做什么东西啊？小泡芙。小泡芙。这个吃下去会长脂肪的。一分钟在嘴里。可是我等在对的地方啊。放到冰箱。你走路看看，走路也很好看。哎，女儿，你看起来像玩的兄弟啊。我看书放在你头上，这很简单。哎呀，哎，胸也挺起来，看到吧？人家说胸大，我们老师都这样你。这是我的第一次看完，有一个感想。我觉得四个女儿她最争气最伟大哦，怎么说呢？伟大抬头挺胸，伟大，伟大。伟大。不过他们平常讲了，那每一代啊他们都各有特色、哎，每一个都演得很不错。不过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，来天蝎，我知道，这样就是我们演了这么多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的外公是谁啊？外公，外公，外婆，外婆，外婆是谁？你们有一个外婆，你们这个家庭没有个外婆。外婆，这个就要看看谁知道是不是。没有看过，没有看过吗？你应该知道吧？有啊，那你们两个知道？我只知道，我只知道台妈的好朋友。阿皮啊，阿皮啊，阿皮啊，顺哥嘛，是谁？阿皮啊，顺哥啊，阿皮啊是顺哥演的。那有一个外婆，那外婆是谁？哎呀，我知道，谁？王恰恰。对了，对对对，我有印象，因为我每集都看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哦，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呢。这个你们口中这个外婆，哎，外婆还有阿皮啊，阿皮啊，来来，我们快看，怎么样？来来来，妈妈都讲说你都没来啊，那看今晚也没来啊。哎呦，哎，阿爸来了，看看看看。幸福吗？很美满。大家一起来下心脏地球比。你现在咋样哦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啊！这两款面还是小，还小强点。我那家是哪个？哦，那是阿嬷就对了，好像只有欢欢他们才有出，我们都没有，我们都只有看过阿嬷啦。难怪就你有印象，真的是，算是古代的人啦，比较古早以前的人啦，旧社会一点。那刚才还讲的有阿皮啊，有一个人的扮女人啊，跟这个碰过有病的，就是阿皮。太好笑了，对，因为阿皮已经现形了。那我们来看看好了，来来来，阿皮啊。有的我是阿飘，你一直在打电话给这个阿飘，我们是听到他的声音，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人，真的有可能有这个人吗？我看到菜市啊在卖菜咧，哇，真的啊，哇，阿飘要来，我都还在。真的是他的邻居啊！我先要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为什么叫做阿皮啊？就是我生出来的时候呢，我的妈妈呢抱着我去给我的阿公看，阿公这个人要娶好做什么名？阿公一伸手，啪！可我妈妈趴下去，
当场就变成阿屁啊？为什么是阿？原来是被打了一巴掌叫阿飘来的，哎呦呦，恐怖恐怖恐怖啊！哇，哎，不过讲到他们演的真的还是不错。好，那我想啊，今天这个两代之间呢、啊，也算是给大家做一个告别了。是，我们呢，在这个下个礼拜呢，我们还有更精彩新的单元，全新的，我们要呈现出来，好不好？那广告过后，我们继续收看我们的《小心撞地球》。